英國獨立報報導 ，Omicron 亞型變種株 BA.5 成為多國主流毒株，唔單止感染速度遠超其他變種病毒，仲能夠讓人喺幾週內甚至每個月重複感染，被一啲專家視為至今感染力最強嘅毒株。英國倫敦帝國學院教授奧特曼都直言，呢個係一種隱形嘅病毒，可以躲過雷達進入人體，即使曾經確診都無法預防再度染疫。奧特曼指出，過去普遍認為疫苗及確診能夠提高免疫屏障，各国如今就经历一波波的新感染浪潮，大多数人即使接种三剂疫苗，就算已经得到个 Omicron 都无法受到好好的保护，免于进一步感染。西澳洲首席工卫官罗伯森都说，越来越多 BA.2 患者在四至八周内发展出两次感染，几乎可以肯定都是 BA.4 或者是 BA.5。